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来，这个上次我们有教是什么？横吗？横吧，横吧，不是横吧？横额，your coat。哦，横额，your coat。Hang up your coat， 对不起，我忘了写大写。Hang up your coat。好，然后呢，这个是什么 make the bed。好，再来第三个是什么 ？Wash the dishes。Wash the dishes。好 ，wash。Wash the dishes， 小孩，因为它有很多个，不是只有一个，哦，而且它不是 s， 是 es 哦，好，哦，好，再来呢 ？Wipe the table。好，来 wipe， 来 wipe the table。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啊？是我们教室来一只怪兽这样。好，来，第五个是什么 ？Vacuum。不对，是两个 u 对不对？对呀。Vacuum the carpet。Vacuum the carpet， 来给你看一下，吸地毯。好，再来呢 ？Clean the bathroom。好，来小孩 ，wipe table。好。Vacuum 应该最特别是这个，对不对？可是你应该就是只有背这里的 u 是 uu 而已，就是很特别的字，正常没有这样拼的。然后 carpet， 好，再来呢 ，hang， 对不对 ？Hang up your coat， 好，是 your 哦，不是 you coat 哦。Make the bed，wash the dishes。好，这里的 A 遇到 W 它变声音哦，所以 wash the dishes。好，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要设时间考试咯。来 ，sunny， 这样有没有很简单？小朋友，这个 Y， 哎，我有没有在录？帮我看一下。有。好，来再一次 ，sunny。所以你看一下是不是？Sunny， 你要记得这里的 y 都是 e 的声音。这样就很简单。好，那 cloudy 唯一难的就是 o u， 我们还没有教过 o u 念 out， 所以是。可以写个 out 吗？可以啊，可以啊。好 ，cloudy。Cloudy， 你这样照着声音你就会念了，而且你要告诉，等一下你要告诉自己 ，out 是什么 ？out 是 o u， 这样你就会记起来了。OK，out 是 cloudy 的 out 是 o u， 好，再来你看，这超级简单的，这怎么会不会写 ？windy， 这是超简单。windy 是不是 ？windy， 好，再来 ，rain。你这规则我们背过了啊，你唯一只要告诉自己是什么 AI 就好了啊，也不会 A 空格一啊，是它后面没有字啊，对不对 ？Rainy， 好，再来 snow，OW 也是 O 的声音，所以 snowy， 这样可以吗？好，再来 foggy。好，你只要告诉这里，自己告诉自己说这里的 g 是两个 g， 这样就简单了，是不是？嗯。好，再来呢？再来有这跟课本的图不太一样，因为那个你们会看不出来，
这个呢看起来是有一点温暖，就是不是很热，只是比热还要不热一点的那种温暖，就是有一点太阳有一点温度的那种，我们叫做 warm。 好，那比较特别的是 AR 其实都是 R， 可是 A 只要遇到 W 常常变声音，所以它这里就变成 OR。所以你要告诉自己这里的 OR 是 AR， 这样懂了吗？ OK， 你要告诉自己这里的 OR 是 AR。 好，再来这里是什么？超简单的啊，好 cool 就是有点凉爽，像今天这样凉凉的，但是不会太冷，这个叫做 cool， 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吗？好，再一遍哦，你看sunny， 所以这里应该就有两个 n 的声音了吧？嗯，跟 ni， 对不对 ？sunny， 再来 cloudy， 好 windy， 好再来 rainy， 好再来 snowy， 再来 foggy， 两个 g， 再来 warm 的 or 是。AR， 再来 cool， 哦，就不用讲啦，是不是？这是不是很简单？这样可以吗？所以小孩，等一下老师请你写单字的时候，你要做同样的事情，告诉自己的大脑这个要怎么记起来。所以当你在写的时候，不是只有写而已，你要念，而且要告诉自己这个声音我要怎么记起来。这样有听懂吗？这样你才可以记起单字。念英文你没有办法不出声，你不出声你就会发现你常常写错，这样懂了吗？好，来 white and white 不是 why white three Just in time. 好，所以 white hen 呢跟那个 chick 就 ran 就跑了，然后他们到家的时候呢就刚刚好及时跑进家里。为什么？狐狸已经快要咬到他们的屁股了。 OK， 所以 she and her chicks and the three chicks got home just in time， 就及时。可他们把门关起来的时候呢，那个Fox 就已经到家门口了。 OK， 这么惊险。好，来 Page 3 one more time， Ready go。 White hen and the chicks ran to the three chicks got home just in time。 Oh， got home just in time。 Oh， Page 4 他说say to the fox， we will not let you in， said white hen。 好，这里的 th 是 the and wait。 好，小孩 你们好像又回到那个拖拖拉拉的模式，念很久的模式，可以再重念一遍吗？ Page 4 Ready goI 是什么声音，小豪？所以是 wait。 好，等一下那个 Vincent 可以去加半分，然后 say the fox。 所以小孩 that was a funny 好，来这个 O 呢请你画上，然后写 OO， 这里的 O 比较特别，它念 U 的声音。 funny
好，这里的 O 念 O O 的声音，这里的 O 画起来，然后它要念 O O 的声音，然后这里的 I E 我们念 O 念 I 的声音，念字母 I 的声音。木马是什么东西？不是啦，快点，到底是什么？Movie， 很好，你拿去加半分，等一下再加，等一下再加。好，来 ，It was a funny movie， 意思就是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电影。好，来第二题，请念 ，Ready go。That will fry the fish。好，爸爸会煎或炸那条鱼，爸爸不会50那条鱼，会100那条鱼，好不好？好 ，fifth， 好 ，fry the fish。好，第三个 ，Mary。好，这里呢，这里的 e 画叉叉 ，e 画叉叉，所以这是 leaves， 不是 lives。leaves， 然后呢 ？city。好 ，leaves 是住的意思，他住在 city，city 是城市，他住在城市里 ，she lives in the city。好，第四题。The kite will fly in the sky. The kite will fly in the sky. 所以什么？飞机会什么？不是飞机，风筝会在天空中飞。好，来，再来 ，Number five. My dog is happy. No， 这里请你写一个 for， 请你写一个四 for 哪有 and for a walk。 好，所以 go for a walk 就是什么？去散步。所以我们家的狗狗当我们要去散步的时候很快乐。好，再来 number six， ready go。 好，这里的 EW 画起来，请你写 UE， 所以我们会念 U。E W， 请画起来。好 ，the new O Y， 我们念 oi。boy。B 啦 ，boy， 然后呢 ？feel shy， 这是新来的那个男生，感觉什么很害羞哎。好，来，我们再一次从 number one 到 number six， all ready go。That was 念快一点。Movie， 好，来再来。That will fry the fish。Mary lives in the不是 Kitty，City， 好，再来。The kite will fly in the sky. In the sky， 再来。My dog is happy when we go for a walk. Walk， 好。The new boy.Feels shy. 好，小孩，这个我们下次也会再复习一次。这个对你们有点难，因为有的 Y 是 I 的声音，有的 Y 是 E 的声音，所以请你这次回家44页跟45页要一起复习，不然你会发现你不太熟了，对不对？懂了吗？好了，我们差点都不了。